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健康美食大冒险频道。今天我们要一起踏上一场惊险刺激的旅程，目的地是降低血糖王国。准备好你的餐盘和好奇心，我们即将揭开20种神奇营养素和20种美味食物的面纱。第一幕，营养素英雄联盟，膳食纤维。原因，减缓糖分吸收，促进胰岛素敏感性。食物，燕麦、豆类、全谷物各。原因，增强胰岛素作用，改善糖耐量。食物，西兰花、全麦面包、瘦肉、美。原因，调节胰岛素分泌和作用。食物，菠菜、坚果、南瓜籽、维生素 D。 原因，改善胰岛素敏感性。食物，鱼油、蛋黄、牛奶。肉桂，原因，增强胰岛素敏感性，降低空腹血糖。食物，肉桂粉、肉桂茶、姜黄素。原因，抗炎作用，改善胰岛素抵抗。食物，姜黄、咖喱、维生素 C。 原因，抗氧化，改善胰岛素敏感性。食物，柑橘类水果、番茄、辣椒、锌。原因，参与胰岛素合成和储存。食物，牡蛎、瘦肉、南瓜籽、硒。原因，抗氧化，保护胰岛贝塔细胞。食物，巴西坚果、金枪鱼、全麦面包、 Alpha 硫辛酸。原因，改善胰岛素敏感性，抗氧化。食物，菠菜、西兰花、红肉、绿茶多酚。原因，抗氧化，改善糖代谢。食物，绿茶、苦瓜素。原因，促进葡萄糖利用，降低血糖。食物，苦瓜、胡皮素。原因，抗氧化，改善胰岛素敏感性。食物，洋葱、苹果、浆果、白藜芦醇。原因，改善胰岛素敏感性，抗氧化。食物，葡萄、蓝莓、花生、生物素。原因，参与糖代谢，改善胰岛素敏感性。食物，鸡蛋、坚果、豆类、维生素 B6。 原因，参与糖代谢，改善胰岛素敏感性。食物，鸡肉、鱼、香蕉、维生素 K。 原因，调节血糖，改善胰岛素敏感性。食物，绿叶蔬菜、西兰花、布鲁塞尔芽、矾。原因，模拟胰岛素作用，降低血糖。食物，蘑菇、贝类、黑胡椒、牛磺酸。原因，改善胰岛素敏感性，抗氧化。食物，鱼、肉类、蛋类、柠檬酸。原因，改善糖代谢，降低血糖。食物，柠檬、橙子、柚子。第二幕，20种超级食物大集结，燕麦。降糖原理，富含可溶性纤维，如贝塔葡聚糖，减缓糖分吸收，稳定血糖水平。豆类，降糖原理，富含膳食纤维和蛋白质，减缓糖分吸收，促进胰岛素敏感性。全谷物，降糖原理， DGI 升糖指数食物，缓慢释放糖分，避免血糖骤升。西兰花，降糖原理，富含铬和纤维，增强胰岛素作用，改善糖耐量。菠菜，降糖原理，富含镁，有助于调节胰岛素分泌和作用。坚果，降糖原理，富含健康脂肪和纤维，减缓糖分吸收，稳定血糖。鱼油，降糖原理，富含 Omega 3脂肪酸，改善胰岛素敏感性。肉桂，降糖原理，增强胰岛素敏感性，降低空腹血糖。姜黄，降糖原理，含有姜黄素，抗炎作用，改善胰岛素抵抗。柑橘类水果，降糖原理，富含维生素 C， 抗氧化，改善胰岛素敏感性。瘦肉，降糖原理，富含锌，参与胰岛素合成和储存。南瓜籽，降糖原理，富含镁和锌，调节血脂和胰岛素作用。绿茶，降糖原理，富含儿茶素，抗氧化，改善糖代谢。苦瓜，降糖原理，含有苦瓜素，促进葡萄糖利用，降低血糖。洋葱，降糖原理，富含胡皮素，抗氧化，改善胰岛素敏感性。蓝莓，降糖原理，富含多酚类化合物，抗氧化，改善糖代谢。鸡蛋，降糖原理，富含生物素，参与糖代谢，改善胰岛素敏感性。鸡肉，降糖原理，富含维生素 B6， 参与糖代谢，改善胰岛素敏感性。蘑菇，降糖原理，富含矾，模拟胰岛素作用，降低血糖。柠檬，降糖原理，富含柠檬酸，改善糖代谢，降低血糖。高潮部分，超级食谱大挑战。现在，让我们来一场刺激的厨房大挑战。如何将这些超级食物组合成美味又健康的料理呢？血糖稳定早餐碗，
燕麦加蓝莓加南瓜子加肉桂粉，营养满分。胰岛素之友午餐沙拉，菠菜加西兰花加鸡肉加橄榄油，美味又健康。糖代谢助推器晚餐，姜黄烤鱼加全麦面包加蒸蘑菇，简单又有效。朋友们，通过今天的美食冒险，我们不仅认识了20位营养素英雄，还结识了20种超级食物。记住，降低血糖不是一场孤独的战斗，而是一次美味的冒险。只要合理搭配，你的每一餐都可以成为对抗高血糖的战场。别忘了点赞订阅，下次我们将继续探索更多美味健康的秘密。再见了。